这些资料中心如果用单颗单一个吃到驱动币的时候，他会发现他很多容量是浪费掉。为什么？因为他的 IELTS 没办法满足，没办法满足，那超高容量维持成本的一个架构呢？事实上，我还是强调那一句话，不只是购置成本，还有营运成本，那 Seagate 呢？我们提过哦，我们未来的重点会是在 HAMR， 然后 MacBook 就是两个吃到的驱动币，还有我们在上个月，上个月这个的发表了。上个月，现在三月，上个月我们发表的 Cortex 这个软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 Seagate 现在不只做 HDD， 我是 SSD， 我们也同时在这个储存装置上有一些着力啊。这个是 Seagate 的企业运算的一个的解决方案，我们的 SSD HDD 啊，然后 Nitro 是我们的 SSD 企业级的 SSD。容量呢？目前最高做到18 T。那你如果觉得18 T 不能满足你，没关系啊，容量在 Seagate 永远不是问题，你马上会。我们事实上已经有20 T 的 HDD， 只是我们内部使用。那未来你会看到容量会越来越大啊。然后呢，这个有两个系列，一个是 X 系列，所谓 X 系列就容量不容量很大啊。然后还有一个七 Echo 七的系 ，Echo 八的系列就是，三寸半做 HDD。那七 K 是目前唯一两寸半有七千两百转、15000转、15500转的。也就是说，你如果在七 K 找不到你要的 HDD， 你大概别的永远找不到。那 SSD 的部分呢？我们还是集中在 SATA、SAS 跟 NVMe 的部分哦。NAS， 我们 NAS 从今年开始，只要是 NAS， 不管是 Iron Off or Iron Pro， 我们免费提供三年的资料就有。你买 Seagate 的 NAS 给就是三年的资料就有。HAMR， 什么是 HAMR 哈？事实上我们现在大家所熟悉的硬碟都是使用所谓的 PMR， 或是PMR 只是一个磁场的 layout， 就是垂直记录。那它使用的传统的 GMR， 这是磁头，还有薄膜的碟片。所以为什么你把 HDD 打开呢？你会看到那个薄膜碟片上面是亮晶晶的金属颜色，因为它镀的就是那种类似不锈钢的材质那些东西啊，比如说铬啊，比如说钴啊这些东西，它原的颜色就是那个银白色的金属颜色，这个我们叫做薄膜磁碟。那目前的技术已经走到顶点了。什么叫顶点？就是说我已经没办法再往上提高了。那早在二十几年前呢，科学家就开始在研究我下一代要用什么。然后科学家发现，我如果用铁跟白金的一个合金呢，这种磁性物质，我可以让我的磁密度再往上升。可是这个有一个缺点，它在正常的室温底下，它没办法被磁化。这个类似超导哦，它必须在绝对温度以下才会被导性这样子哦。所以呢，科学家要提出来，我就加入。那 HAMR 呢？那个 H 就是 heat， 就是热，它加温的，所以它事实上是这样子，哇，它事实上在你还没有开始写资料之前呢，我在这边先加温，它加到多少？450度。那除了 HAMR 之外，或者你应该听过所谓的 Energy System， 就是所谓的能量辅助。所谓能量辅助目前有
你在市面上在 Google 可以找到叫做微波辅助 microwave、哦、那不管是微波或是热呢，基本上它都一种能量。可是就科学家来讲，学界或业界大家都同意，未来你还是要回到 Hammer。 为什么？因为它已经帮你 project 未来几年内你会看到的能量、哦、那 Seagate从1997年我们跟卡内基美容大学在匹兹堡的嘛卡内基美容大学合作开始研究这个热辅助，一直到什么时候？到2011年呢，我们开始造砖，就说研究了十几年之后，我开始造砖，让科学家当初的预想假设，透过造砖来实现我量产的第一步，然后一直到今年。我们事实上在2年前就已经把它造出来了。第一个是16T，、欸、各位在外面看不到，为什么？因为那个我们有送给客户去做验证。那它的目标是什么？第一个不能比现有的薄膜解码磁头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可靠度不能低于目前的哈迪，哦。那各位如果在去追踪之前的我们老板，我们前任 CEO 说、啊、整个业界如果要从目前的 PMR 过渡到 HAMR， 整个业界大概要花90到100亿美金。为什么？因为磁头不一样，磁铁不一样，制程不一样、哦、也就初期来讲呢，整个业界会想尽办法把目前能用的容量给它榨出来。所以为什么你现在看到的，你还是在没办法在市面上买得到，其实很简单，它比传统要贵一点点、哦、那我们都知道在 IT 里头，你可以说你的东西多好，可是你如果贵个5分钱，客户就会订单一下、哦、那随着容量越来越高，都已经炸完了，你没办法再往上、哦、那你只有走 HAMR。 当然我们两个对手，他认为他可以走另外一段。OK， 那以目前来讲呢？目前来讲，我们2020年去年我们做了20个 KW， 啊，下一代在什么时候？哎，请参考我们的新闻发布这样子。那 HAMR 是一个可实现的一个技术。哦，那 Mazda 2呢？事实上，在大概5年前，我们开始在，就是开始在研究为什么我当一磁头，我的容量越大的时候，哎，一般的使用者不会感受到，但是在这些 Mega Data Center， 他已经开始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容量越大，我因为我只有一个磁头驱动力，所有读出来的资料，我有大部分的容量是浪费掉，这个是机械开始做 Mazda 2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理论上它的 IO 可以是目前我们目前的实验值是到480个一个哈迪可以榨出480 IO、哦、这个是目前你所有单磁头切入率没办法拿到、哦、装备效能啊，它提到装备效能，然后整个 N 值会降低，因为你就把它想成，事实上是把两个哈迪放在一个盒子里头。那目前呢，各位如果有兴趣的哈，你可以提出需求。我们在台北市上有测试样品。哦，你如果有需求啦，我不知道啦，因为这个基本上它最佳的使用环境是什么？没干扰它先的，台湾好像没有没干扰它先的，当然。Google 好像在彰化有一个，不过那个不是归台湾的、哦、你如果想测测看、欸、我们可以安排一下、哦、我们在台湾有一些线路可以测试。OK， 这个是我们老板在华硕会上讲的，你不要问我什么时候有东西出来、哦、这个是给各位一个参考、哦
看到40个 TOR 以上啊。现在2020年18，我们事实上20已经有，到未来你会看到一直往上。所以为什么我才跟你讲容量在室内永远不是问题？好，我们还怕你没有容量。OK， 就这样子。哦，读书好，有没有问题？因为后面的人要赶了，我也必须把这个交出去了。那，我今天会在我们开会，各位如果有问题，你可以来找我。OK， 那今天，对。